现在我这个是吧，这后面是通用，前面的就是可以改。对对对对，直接把这个拿出来就可以了，这里有个螺丝啊，这个是通用的。好像这种呢，我们是另外一个客户，这个是接电器嘛，你再这样放在里面，如果说这里按照这里来了，它因为，哎，不用穿了，不用，这个不对，哦，不上，太大了。因为呢，这里有两个端口，比如说我四种料都不一样，但是我用一个端口控制两个，也 OK。比如说我的料小一点的呢，我一个端口我这里搞做试管料，它也可以。它是这样的。它这种料买这边的位置没有料的时候，它自动会跳到这里来，只要这两管料是一样的。哦，它前面吊的没有料的话，它会往过移的。对对对对，比如试管，这没料它过来这边，这边没料它又过来这边，这边没料它又过来这边，它 one cycle 就是说一个循环 OK 之后，它又会跳回来这一个，只要你接料给它就可以了。它没料它自己会知道的是吧？对对对，你可以装四种不同的，也可以装四种一样的。对对对对，它自动会知道了。它比如我试了一次，或者说两次三次，它没超过我设定的一个次数之后，它就自动来到这里。就是有时候是说一种料没料的时候，它会灯会闪，会告诉你这个这灯有一管没料了的时候，它就提醒。哦。